Take a look out the window. Spirit goes up as the rain falls down. I've been sitting on the wrong course. Keeping it together like I did before. Think that I've said this a few times. Even with that, has it ever felt right? I swear that this has happened every moment. Can I just be honest? I was only wondering.这次呢是来到了高雄，今天主要是要去参加 Amanda 她的音乐会，对，她的钢琴独奏会。我们多听你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说就整个待下去，然后到明天的晚上这样子。对，明天晚上再回去。对，明天晚上再回去，所以我们就是也当做一个小旅游吧。我们现在要先去那个饭店。对，我们先去饭店，然后放东西，然后再去吃个，对，再看要去吃什么。OK。But I'm sure you'll never see that. Ready to take it over. 很期待这次的小旅游。对啊，两天一夜。两天一夜，对，都下来了，就不要那么快回去。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欢迎。这个酒店叫做诚意酒店，超美，而且人家在高雄超级有名的。啊，我已经开始有那种出国的感觉。这家好美哦。这家很美哎。它好像是新的，这里很可以拍照。对啊。这样。太扯。真的多扯。来，它有一个浴缸。它的浴缸，你看。哎，好大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擦这个。Oh my god！你看，它这是马修的耶，超有质感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小工作室、大工作室？我早知道带电脑来这边工作了。而且它的 Dyson 厉害，我觉得主要是这边真的 King size 沙发，然后这个大浴缸，然后这个镜。这里太赞了！真的，哇，这个景很扯。外面是海，对，外面是高雄港，是不是？对。哎呦，好赞哦！哦，马桶跟淋浴分开，加分。很日式的，对，这边是马桶。这间真的是太赞了，各位，超级赞。太赞了，这也未免太有 sense 了吧。我只能在坐在这里看外面。这边的这个落地窗真的太夸张，因为它外面呢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港口，然后是可以看到海，然后还有一个高雄最有特色的这个高楼，很高的这层。对，然后我还可以坐在这里看戏的。对啊，情侣的话应该如果不怕说看到对方的裸体还是怎么样的话，在这边应该也是也可以包着。对啊，也可以包着。这个大小，太随便。哎，如果没洗过，与你们想要洗澡。宝宝。我这个嘴巴已经变超黑。吃饱了，你觉得刚刚好吃？我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很好吃，而且还蛮便宜的，就我们让一个人吃800多。对啊，哇，蛮挤的，偏挤啊！你可以过来一点，其实。像我们是这种情况，没错。现在我们要先去那个 Amber 他们的饭店，对，然后他们先准备，我们再一起出发这样子。没错。这个车程要多久？15分钟。是吗？蛮久的，蛮久的。智能脚已经麻了。开箱我们的房间。开箱谁的？这个韩国大妈的。哎、欸，感觉蛮大的耶。哎、欸，很大哎、欸。你们两个这样很超够的。哇，这个超不像单人床的哎、欸。对啊。天哪。也不会不小心亲密，对不对？就是空间之大。而且它浴室是开放式的、欸。
也不会不小心亲密，对不对？空间是大的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那个厅了，音乐厅，然后准备要去狂欢了。没有，不是，应该是说我们要很有气质，然后这样子，对，欣赏音乐，对，欣赏音乐，没错。一楼一号门跟女生洗手间在这边了啊。好，四位的号码进来了。大家因为里面不能录影，所以我就先在这边跟大家说拜了，我要去享受了。订阅分享，都说什么好吃的？近藤的 vlog 最好吃，他的手超快，很夸张，你知道吗？而且那个连音听了非常非常，你很专业，你连到对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听完连头还跟着这样动，对，我会，虽然也不是那么嘻哈了，但是就是，我觉得真的是蛮爽的。快谈结束之后，会很想给他拍拍手。但是就是不能嘛，因为大家都是很安静。对，所以你没有睡着？我完全没有睡着。你确定？这次真的没有？确定完全没有睡着。那我会上 vlog 吗？你说你会上这支吗？被剪掉。你说要我就帮你剪掉。没问题。OK。我想上。27楼酒吧超美，而且还有伴唱，太赞了，超赞，超赞！大家听说这一个蟹肉塔，据说非常非常的好吃，知道吗？太好吃了，照片上，哇，很屌吗？我也想吃蟹肉塔，太臭了，太臭了，真的的，很好吃，来，替我吃看。对，真的好吃，秒赞。然后才的，哎，这一家很好吃，这家很好吃。等一下我们这边结束之后，我们就要去 after party。对，我们这次比较晚去，是因为旁边的他应该还在拍照。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很夸张，就是没有镜头，应该到12点多，应该到差不多结束。对。After party， 现在已经快四点了。现在已经快四点了，各位，然后我们明天早上8:30要起床。然后在那之前，我只是觉得 Amanda 的他那个独奏会啊，好强哦！而且到底要怎么不看谱的情况之下，可以弹的那么……就代表他真的背很熟。
四号、嗯，那个已经不是说什么临时抱佛脚可以做出来的东西。我觉得光那一首歌，应该就三四个月跑不掉。我是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弹过钢琴，但是就是那个等级的，你知道吗？太强了，这个、就是音乐人的梦哈，真的是很替他开心耶。这件很赞，真的很赞。诚毅酒店，我们还是回来的。Wanna stare in those eyes, can I stand down? 这件洛森咖啡也太可爱了吧！超可爱的，是一个有点像古屋的感觉。对，台湾古屋。Fill your cup with some morning coffee. Wanna tell you all the promises I wanna keep. Wanna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give you the warmth you need. So can you take this? 这样一颗260。260，蛮贵的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这个是我的黑糖冰滴拿铁，欧蕾吧，底下有黑糖。然后 Megan 是最无聊的，就是拿铁，反正就是拿铁。我可以直接在手吗？我觉得你是这样手。嗯，超好甜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有话好吃的。它橘子好甜哦，然后真的没有那个丝，一丝一丝的那种哈，而且它的豆沙没有放很多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刚刚好，这个超好吃的。喝喝看，好喝。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那预约的时间，对，探索马里。哎，这里好大。哎，高雄真的地大，它真的是地大，有点像台中。对，是金藤喜宴吗？啊，对。好，那你稍等一下，我帮你做安排哦。好，好，谢谢。他们还要准备这个牛油，然后它是牛脂，所以你就是给它刷在那个网子上面。对，专业。而且这边很赞，因为它有一个一个包厢。对，蛮隐秘。对，我很喜欢这里。对。大家，我们这次要来这个探索玛丽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有问了一些朋友，然后我觉得有分两派，也有些人跟我们讲说探索玛丽不是高雄的，是台南的，然后有些人是跟我们讲这是台南，但是我们也有问当地在高雄的朋友，他说这个是高雄，真的很好奇，因为真的我们问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我觉得来到高雄，要吃高雄。对，就是来吃高雄。Up until the morning is pouring, at least I hear some type of interaction not too far from here. Raindrops keep pouring. You're falling to catch life, speeding to pass time.我们现在呢来到这个博尔特区，对，然后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市集啊，或者是原创的东西吧。对，这里天气都超好，这边超热闹，你看。蛮想吃冰冰的东西。好啊，我现在身体超黏。我觉得我这次回去应该是晒爆黑，我现在感觉已经有点刺刺的。大家，我们买了这个日式刨冰，然后我的是夏威夷，然后 Megan 是彩虹冰。对，干杯！好夏天哦。哎，为什么高雄这边的建筑可以那么特别？是因为地大吗？还是我觉得应该是地大的关系。那等一下还想去哪里？所以现在大约时间是5:30左右。对。然后我们应该是坐7:00的高铁。差不多。差不多7:00。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吴家荆棘豆花。
看那个下面那个招牌啊，然后他就有写说冰豆花、热豆花、冰豆浆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横着念，然后我就直着念，我就想什么叫做豆豆豆。豆豆豆是什么？他是不是已经中暑了？我也觉得我中暑了。我想到豆豆豆是什么？又花花酱又是什么？然后我刚刚我很想问老板，老板有说这个荆棘是可以直接吃的，然后糖水也可以再加。对，好吃吗？哦，很好吃哎。它有点花生的味道。冰豆花超绵，真的好吃。嗯。啊，对对对，蜂蜜柠檬，蜂蜜柠檬，对。大家，我们来到这间叫做婉龙奶奶店奶奶家，但是呢，人实在是太多了，爆炸多。他们东西还蛮可爱的，但是想说这一次就先不要，因为里面真的是人太多了。我觉得它里面的东西跟我们上次去那个赤峰街，赤峰街，对对对对，很像，很像，他们的东西很像。对，所以在台北的人可以去到那个赤峰街那边找。对，就是偏日系的那种。对，而且以这个里面的人潮来说的话，这家应该是真的很有名。他们确实选的东西是蛮可爱的。嗯，对，是真的蛮可爱。但是我们想说，就今天也就不用特别带。对，大家我们现在在等那个计程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饭店那边拿我们的行李，然后呢，静腾他已经累倒在这边，他完全已经不能动，因为他是温室里的小花朵，他没办法。温室里的小花朵，他没办法在外面待太久。还有什么？注意，欢迎来自台湾科技，大家有需要再购买。